就是平平安安的赶到退休。我还不是回个龙虾。你干我们这一行时间不长，体会不到里面的那个危险性，晓得吧？我们这属于高危行业。用我们老警察的话说，我们在出去上班呢，这都把老虎憋到裤腰带高头的。搞我们那个幺零警总啊，危险是最危险的，晓得吧？平常莫看到是鸡毛蒜皮哟，那些事，危险性和突发性你根本不会预见，晓得吧？你莫看我们巡逻，我们在明区、敌人在暗区，有时候碰到么事啊，还真的是不好解决的。像那年我盘查一个人的时候，妈呀，就着一蛮普通的人从他包包里面搜出一把手枪去，而且是上膛的。所以说，工作中一定要机灵一点。后来那个人开枪吗？冇，我们把他制服了。话说回来，干我们这行啊，遇事千万不能怕，晓得吧？该上要上，该冲要冲，气势一定要拿出来。气势拿出来，把对方就震慑住了。我们老警察接受的训练可能多一些，遇到事一直要以工作起来的嘛，拼命，这已经成了个习惯。这边去。是吧？这边这个没去过，这个没去过，走高了看看。哟呵，那晚上只有他们陪了我们了。咪，走了。我俩今天当了警察，是98的。我老头子是个警察。我从小想当兵，当兵后又想当警察，所以这两个梦想都实现了。那还蛮凶的嘞，那一直跟到。所以说你说我现在的梦想，就是想平平安安的干到退休。不过这个话说回来，你年纪还小，你可能理解不了。我为么是这样说？哟，他怎么一直跟到我们呢？你，这就是气场，晓得吧？这个你看是，其实每一个人呐都有英雄情节，你胡歌我也有英雄情节，还不是像李工说讲，只是呢现在需要等一个机会，就看等不等得到我了。六点以后的人就多，还要去挤啊。
你到这我给他排好了，他在家不慌不忙，去也给他这个带道上，给他省时省力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们，我们还没上呢。走，后。就说这个小在北京工作的这些孩子们，他们确实很辛苦啊。就当老人应该理解啊。来，慢点啊。先放哎，去广场，哎，干啥？快点，快点，小苹果呢？在这个位置，站好嘛！快点，小谢，那个小吴，小吴，你们好多个人，快点，搞快点，不要慢慢。哟，这怎么车过来？没有问题啊。我也是经常打电话，哇，他说，那老妈酷哎，这也可以了。我儿子在15岁就出去了。我唱那个就是《爱行千里牡丹游》的时候，我唱不出来。我在有的里，其实是很想。啊，对不起。不像是假的嘛。我种下一颗种子，终于长出了果实，今天是个伟大日子。摘下星星送给你，摘下月亮送给你，让它每天为你升起。变成蜡烛燃烧自己，只为照亮你，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只要你欢喜。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，生命随着爱你永远不Yeah.
啊，你给了三那三七六给的马克，真拿了某个代理，俺不吞大头去。今天就这，哎呦，这俺们家这路转运咋没得？对，我们也肯定知道外面世界好东西好多呢，我们的上一辈应该传到现在，我们也应该把这个基层化传到下下一代，更让全世界人知道，就是守猎人达尔扈特现在守到这么长多年来，他们一直没放弃，世界上唯一的达尔扈特已经守到800年了快。定位是定位，发射。好，哦，吃准了啊！哎，进步了，进步了啊！对，好，走。你看他们都做完了，加油，加油！收，兄弟们收，走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票啊，好，停。河弯弯游入海，街道弯弯叫小鱼，老有鱼。
出人用的，这才开的班。一整箱子。那我们学校是干什么呢？学校呢，按国家的规定，我们也得要有诊所。但是我们没有诊所呢，我们校长呢必须得有基本的医疗知识，听清了吗，孩子们？知道你嘞，看来写完就出来。我看着。我们就换一换一行不行？敢发个誓，在今年的呢四月份就给我正式的通知了，就是王校长呢，你那个学校呢再给你安排一名老师。昨天呢一共上沪区的是23人，选了22人，就是上咱学校这个老师他不来了。他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去打工去他都不来，他嫌这个地方呢偏僻是沪区。最后呢定下来呢，就是你们那个三年级呢不能留了。这自己还自己我咋办呀？对呀，那你看，那谁的？也没那个。他就是天天的，从昨天开始吵，从昨天晚上都开始吵，一直吵到现在呢，现在也没影响。人民提这个建议。叫留三年级，叫他考进家门口。如果不来老师，怎么上课呢？我非得带二年级的课，你不要问了。你也没反对，也没赞成。我反对，我能反对这理啊？你想做的事情，我小学的那一条小船，我进到里头去，它一直它直不起头来。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，我什么时候能直起头来上课就好了。等到85年有了这一条船，我又有了新的梦想。如果有一块陆地，孩子们能下去，我也会有个好的。我们到一直到今年的4月20号，我们的新的校舍又盖好了。由遥远的梦想到现实。已经37，我现在又有一个孩子们能在我们维系小学读完小学，所以啊，梦想是要靠努力去实现，只要是愿意坚持，他们的理想都会实现。
下三亚爬山的你，两个姑娘早说。1983年的七月，我们在尼勒克山区做鼠疫疫调的时候，就突然冒出来一个特别奇特的一个动物。通过比对发现，这个物种是世界上没有记载的一个动物。经过了3年的定种研究，把它命名为伊犁鼠兔。以前喊打我们这个地方，那个一个坡坡上有100、200个有那个东西。现在你好好转一下，一个山坡上一眼你可以见两个呀，三个、四个见了。你们看见没有这个鼠兔的粪便？这不是圆的哦，看到圆的小小的那个小的圆的，那天过来还有点新鲜的。嗯。啊，没电了。没电了啊！整个没电了吗？啊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！谢天谢地，我们的相机还在。你看着，对我来说，我已经跑了整整30年了。可能我再爬山，再往这个高海拔区爬，也爬不了几年。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和我们一起参加伊犁鼠兔的保护。就车祸就死外面了，我妈在我爸死的第3年改嫁了，然后一直就跟着我爷爷奶奶。哎，你可瞅着你这干的活，上下垂直吧，这个干的活吊儿郎当，上哪送哪送哪，这个哎，干活要重点心，干活别吊儿郎当的，把技术学到家了才能把这个往上才能有升职的机会，老是搁这个拿着扳手干活也不行的，是吧？还年轻呢啊。我想还是关爷爷奶奶吧，他们过得好一点就行了。嗯，不行每天多惦记我，每天就是吃好喝好，出去溜达溜达，看会儿电视，听会儿戏，放会儿羊，没事，其实就这样，然后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好。喂，奶，吃饭吗？你别吃那个。你他说的这个我都知道。
这个俺爸呢，我不会学俺爸那样的呀。那你这在家得好好放心，我出来啥样，回去还啥样。那你这先吃饭吧。那我这边挂了。因为现在大部分盲人吧，传统的啊，只有做这个按摩，然后要么就做这个音乐这一块。那么我就对这两块都不感兴趣，那么我就选择了 IT 这个行业。陈静，没有产品列表，没有。吃饭啦！哎，是你们都没带钥匙？我钥匙被旁边收走了。为什么？开始教训起我来了，我靠！严格是要改成色的啊。我们是非常巧合的在网上认识的，2011年11月11号的那天，然后他就来接我，非常的陌生，他也很害羞，然后就过来牵着我，他是很在乎我的，这么多年了他就一直坚持的没有放弃，那这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。希望说能够过上这种健全人，就是普通人的生活，有家庭了，有工作了，然后每天上班下班，然后这个节假日啊，就可以一家人出去玩啊，就是非常普通的这种生活。对，非常渴望普通的生活。因为我在想你。我刚才说你们三个是同病相怜呢，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妈妈的。他40多天，他家妈妈都走了。他是8岁的时候，他家妈就走了。我是3岁，那一个卖个半价，一个六。在那边，我们都不进去。叫祝晨宇，七一班的。七一班祝晨宇。嗯，是。那你哪方面需要老师的帮助？我平常也不太喜欢笑，没有什么那些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都不太能笑。坐下去，慢慢坐下去。你说你这哪里？
猫而已。上一次是我还在读二年级的时候，假期他回来过一次，问的一般他就说是这一年来这一年来，可是他就好像就没有回来过。嘴巴比较小，鼻梁比较矮一点点，然后眼睛又都已经都模模糊糊的那种，因为毕竟离开的时间也太久了。来走，我二伯娘都送我下我妈，特别是我笑脸的时候，特别像我妈那种。第一回骑车骑到那种不只是崩溃了，你看那个盘山路嘎，看到那个路在那个上面，哎，骑一下也就在你脚底下了，这种感觉最好。是啊，半点半。你看那天我们看菩萨一样的，想都不敢想，咬咬牙还到就过去了。有些时候还是自己要给自己一点压力的。是嘛，总要做一两件牛逼的事情啊。老了以后。跟娃娃好吹啊，搿伙。我只在，你那打起来，我只年轻的时候多讲点故事，等到老的时候多讲点故事。要不然不有吹牛的资本吗？是了嘛，你跟人家吹了，我天天就是供祝贺酒。大家都晓得存钱，但是我们要学会存故事。我们在小姨我两个在这个国庆节在向大街上，我问说旁边一小姐从华涛林子的差有几公里。他说他晓不得，我说你来了多长时间？30年了，就那么十多公里的岔道他就不清楚。我说人有些时候回过头来想得很残忍的。我是裘菊荣，我呢出生于吕元石家，我的爷爷叫裘盛荣，他呢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。那我呢是从9岁开始就进入梨园行学习京剧艺术，到现在差不多有19年的时间了。得与与王子同舟，梦休。
所以说很多人对我要求很多，期待很多，所以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比较叛逆啊，比较不务正业也好啊，怎么样的，因为我喜欢舞蹈，喜欢音乐，然后就是把京剧的一些元素然后放在流行音乐里边啊，流行舞蹈里边啊。干嘛呢？起来，怎么回事？不行了，不行了。没有。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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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舔回去。三分钟。再骂人，我打你嘴啊！你上台。京剧，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啊，已经没办法再发扬，因为它已经到头了。这个时代它不是产京剧的这个时代。有时候我在舞台上唱我爷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跟观众没有一个交流。我是经常会想的，就是我到底想做一个就是传承人呢，还是做一名舞者？再勾点脚面。小点步，没让你存腿，小点步。杨嫂，杨老就是破，他变化很多，他灵感很多，他想法很多，他今天可能这个样，明天就推翻，他后天又一个样子，就是在。我原来那个圈子里是从来没有过的，刚刚浑身都十面埋伏了，就把那种感觉哈，是想通过我想表达的方式传达中国传统美学。二班级四节四我肯定是四公里来回，但是这什么？是谁？白亚兰啊？谁？当然不是啊，护士是吧？护士，护士，一个小护士播到你心里。回去就搞定。我说我那个上坡，如果我上不去，我就喊他名字，然后我就上去了。你跟他表白过吗？这没表白过，然后但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小小暗示一下，然后他说那个有可能，就适合做好朋友嘛那种。然后后来就有一段就比较那个。没有底气，然后也就没怎么聊天什么，然后但是后来那个他控制不住嘛，对吧？然后我出来的时候，水若，然后我想了，就是在我认为就是比较那个震撼的方法，然后回去那个希望能够打动他。干活。看得到的，我们会帮你传的。宣传一下，对，一个我要是有个对象的话，我也像这样，我就这样认，这叫众志成城，知道吗？到家就是了，啊，说不定你到家那天，他总是在人家等，在人家等待，等于就是了。啊，希望你能有机会能看到这一幕。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
哎，老爷，啊！照我的，嗨，